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几何线条的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六色小套系里边的冰和灰，薄薄的打了两遍底，分别照灯。冰透色系是现在咱们必备的一种这个套胶，因为它很少挑肤色，都很显手白。做好以后呢，咱们照好灯以后，拿出咱们的这个迷雾蓝的05号来给它画出几何的形状。我画的这个是这种，这怎么说呢，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形状。给它画好大概的形状以后，咱们可以用小笔给它找平一下，然后呢把线条给它拉直规范一下。做好以后，然后再照灯。因为是甲油胶画的颜色嘛，所以说咱们需要重复两遍。然后咱们接下来呢需要给它画线条，我用到是极黑彩绘胶，然后咱们拉线笔反复的在彩绘胶里边左右的去蘸胶，然后笔尖一定要有胶，这样的话你画出来的线条才会均匀。极白极黑的彩绘胶画线条它是不断的，它是非常好用的。最后咱们整体全部上加固，最后再上封层就可以了。学会了吗？我是优夏，记得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